誰だって可愛く変わりたいんだ知らない顔スペアじゃん这样的一个意识，我觉得青年人呢，在这个社会上，他有着不可或缺的一种活跃性，也是一种积极性，他可以为这个社会带来很大的改变。那么，我们青年人更要有这样一个环境保护的意识，这样一个责任。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环境保护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想的，哇，环境保护我可以做些什么？好像我并不能参与什么。其实我觉得陶虹姐刚才说的特别好，其实就是从自己的身边小事做起。希望大家就是为这个社会做一点贡献，就是说，平常比如说像我现在会尽量去减少一些塑料制品的去使用，可能我出门的时候我会尽量带一个保护杯，我不会去用那些一次性的杯子。然后呢，在外面餐馆吃饭，我可能也会尽少去使用一次性的筷子。那这些塑料制品其实是对环境有非常大的污染的，所以对于大家来说，环境保护其实就是从自己身边小事做起，然后日积月累，从你慢慢影响到另外一批人，然后再影响到大家，到整个社会对环境保护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非常美好，那我们的家园也会变得非常的美好。真棒啊！和大家一起去传播环境保护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呢，我觉得就像习大大也说过一句话，叫做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生态环境，像保护去对待自己生命一样去对待生态环境。我觉得我的责任其实不在于说我做了多么高大上的事情，而在于我有没有去做好自己的本分，有没有去倡导大家，去传播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去好好保护环境。那么你也给粉丝分享文春去东北野生虎的一个基地，因为当时我去参加联合国的一个活动叫做为生命呐喊，当时给到我一个数据是说全球的野生老虎的数量只有3000多只，我会觉得哇，这就是太震惊了，因为就没想到老虎以前会成为一个濒危的物种，会让我有一种就是这样一种保护这样的一些濒危物种的一些动物是迫在眉睫的一种事情，对，非常紧迫。所以这次去到吉林这个基地呢，也是想看看那些一线的巡护员他们的工作状态。其实那个基地的东北的野生虎也是非常的少，那么他们呢通过一些防止盗猎，或者说因为一些盗猎受伤的一些老虎，
给我们